立法院委员会周四举行召委选举，国民党团内部决议倾向礼让一席召委给民众党。有人跟我讲说，好像规划是财政，我不知道，这个到底是哪个委员会，我都尊重这个党团怎么安排。反正如果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，说这是轮的，那就无所谓嘛。如果国民党确定让出财政委员会召委，意味礼让对象将是黄珊珊。民众党立委黄国昌则重申，改革比位置重要。召委选举的部分，我们真的充分的尊重中国国民党党团他们党内民主的程序，他们党内民主的程序。针对召委这件事情，我们从头到今天其实都不强求，从来就没有去求过，或者是说希望拿什么换什么。对于礼让民众党，国民党内有不同声音。毕竟国会第一大党取得八席召委势在必得，也没必要和小党合作。黄国昌也说了，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这个国民党要让一席召委。那既然他们没有特别要让的话，那没有特别要求希望国民党要让的话，那我们应该就是支持我们资深以及专业的立法委员。也有蓝营基层极力反对，喊出不该再让，新国会是否重演蓝白合，持续成为焦点。新唐亚太电视台湾台北报道。